苏贞昌台顶立天，表示会做代志的政府，地方一定会更发展。汕头通车五分车已经完工，嘉义科学园区甲水上南捷园区在动工，未来一定会带动嘉义的发展。蔡依依非常为地方建设来造桩，做代志也真内行，又搁真认真来争取。政党招牌顶全部写中国两字呢，各位啊！这是国台湾的政党，搁较歹骂咱家己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就是创党十八人之一，当时唔惊人台，唔惊掠去关，安尼创民进党。今仔民进党做遮济，予咱家己，家己人伫这个时阵做决定的时阵，拜托你第三票选予民进党，好阿妈。好。啊，咱蔡依依继续甲顾好，好阿妈。甲扛起来，好阿妈。看起来好唔好？啊，咱赖清德、萧美琴这组上用，马上正经，马上有准备，人人马上完整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美德赢台湾好唔好？哦，美德赢台湾好唔好？太保就是建设蓝图的蛋黄区，所以就要拜托大家，赖清德。一定要动算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咱的大清德萧美琴 ，Made in Taiwan， 美德 in 台湾，台湾这一座是真正顾着台湾，咱的台湾品牌上届约到的，就是咱的民进党提名的大清德萧美琴，对无？对。啊，两位较做啥意义啦？较做我帮忙，安尼嘛好无？好。我的户口拢也伫身边呢。我是咱泰保的一份子，啊，泰保即卖这大进步的这个脚步，啊，我着户口伫咱身边，遮我着住伫遮，对着泰保赶上这一班火车，泰保如何，意义伫遮，愈请呀，做两位愈有公营，所以拜托咱泰保的乡亲是大嘞，咱着剩48天的时间，来意义收听，来意义斗三工，咱泰保选予大赢，咱予咱泰保进步，予咱的泰保科学园区。带领嘉义的进步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蔡宜表示，八二三水灾，泰国有真侪所在接引水的问题，伊向行政院甲总统蔡英文建言，来新北大排整治也争取到5.4亿，剩着泰国排水治理也会持续进行。泰国市水务处、地局处长期缺水的问题，伊也向中央争取到抽水站的经费。让农民可以用水。蔡宜指出，最近大家拢期待台积电来嘉义，台北市离快速道路真近，也阁有高铁站。那当着用水用电土地的问题，蔡宜拢会协调解决。伊相信台积电一定会来嘉义科学园区，让台北市脱胎换骨，让台北未来能超越嘉义市。细心是不错，民众盖棺采访不得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记忆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譬如讲，代志虽讲虽未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甲搞猜忌，物件无去，唔知你安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精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。